自燕贡、熏香贡火师仪轨至圆满布施波罗蜜多，熄灭诸障碍的殊胜方便之法，因此无论是谁都应当勤修。尤其在恶世众生的贪心贪欲增上的时候，许多馋鬼邪魔对人畜做损害，对人类的诸多受用做损耗的时候，恶鬼们为了财食而四处飘游，流行瘟疫，耗损家畜，即令人经常做噩梦的时候，还有狼鼠等作害的时候，遭受鬼害或狐疑鬼害等等的时候，如果此时行持此法，则能平息障碍与祸患。如果能不间断地引发相续中的大悲心行持此疑鬼者，那么必能达到赎死远离病魔，熄灭噩梦，增上顺缘，圆满资粮等目的，成就自他暂时与究竟的利乐。烟师的诸多好处无需一一详述，智者应当勤奋行持。东方中部三个心安的跟住的几家居所忙那里斯拉达坦嘎达白忙斯拉达坦嘎达瓦鲁格的我们三巴拉三巴拉和孙正多元智能巴然后也拉刚中咱们三巴拉跟你讲咱们得有点日志年轻专门当接不中的接外一个乱子成功前但这些支持部门那都人都够够的因着让这年轻者相当重要的细节没当到新创我们差不多忙三巴我把身边的跟党至少值班还蛮多中国虽然也到时值班的地方中那组织间跟的也那组织间用就讲因为当时那组门站了我们把那组跟的完成完成那组不都共全部谈起来反正说龙没白也都跟我们说对的也来真的投钱的那组织就跟这讲了这几天的单就接出来面向那诺兰安兵诺兰安像这那个花了诺兵中部呢首先对于三件几个才能让这三件前公都是大件事等我用梦想件事大部分人都我在严重不送我们三件事大众甚至当时跟地面车当拿老师赶紧跟当时接下来将强能打得正你从那种拉手主人都懂得去哪里去这些电脑工作者年龄相信曾经我想我去谈这个去往都要进步嘛也没得想这个也没得上街头不来就当时能工作性的龙泉下方的发言做到没想这么大然后等等学的咱们都用追灯的也没吃的农村呢当面面对动作的也没吃的多不大可说能多做当对象社会上的地区的人去多几次甚至能了他们都能干到三百个人今天干到满意吧对到他们去接力吧都把每个人中间的去靠什么的话被想要做什么推荐的哪里下边是去年那边怎么怎么对的我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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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啊，这是燕广的传承啊。燕广的话呢，这个功德很大。我们这个《拉如克松经》里面也是有，如果你们自己这个晚上做恶魔啊，或者说是自己觉得是有一些冤家在做啊，或者像东北那边的话，经常说是有一些户县呢，各种这个说法。那么，如果自己觉得是有很多这些不平安的一些这个人和被人就是对你制造违缘的话呢，就是念一些那个这样的这个言功的话呢，自然而然会迁出一切违缘，就是这个功德非常大的。我们阿呼那尼布拉达班噶扎瓦鲁格杰瓦玛康巴拉康巴，我们阿呼
Thank you.